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军。新冠肺炎疫情呢，重创了各行各业，很多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在生活上出现了困难。那我们的政府推出了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及方案呢？还有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告诉你，如果你是失业者，你该如何突破重围，找到你心目中的好工作。今天呢，就为你邀请到两位来宾，带大家来深入了解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的主任盛慧中盛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劳动部共通核心职能讲师于瑞华于老师。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盛主任好。老师好。先一开始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国内疫情是持续严峻，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充电再出发的训练计划，扩大补助减班休息劳工的参训津贴，一块来看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采取减班休息的措施，因此劳动部特地提出劳工充电再出发训练津贴。基隆就业中心表示，这项津贴补助主要在鼓励企业办理远距线上劳工在职技能训练课程，不但可以协助减班休息在家的劳工朋友透过线上课程学习其他技能，包括企业和劳工双方面都可以借此申请到补助津贴，企业最高可以申请到350万元的补助，员工上课每个小时可以获得160元，最多可以上课144个小时，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到23040元的津贴补助。劳动部呢，为了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影响，那我们很多的企业呢，跟员工之间都会有一些协商减班休息。那这些企业呢，跟我们地方的主管机关呢，有做一个报备列册。那其实呢，我们劳动部这边呢，就会补助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呢，我们希望说，员工在休息的时间可以不断的一个学习，来增加自己的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个技能。因此我们有一个充电再出发的一个训练计划，在这计划里面呢，我们鼓励企业呢，可以在这段时间，在减班休息的这段时间呢，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训练。那这训练呢，除了可以让员工可以增进工作上的技能，同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津贴。那这些津贴呢，在办训的过程里面，企业可以最高可以补助到350万。那员工呢，在每个小上线上课、远距线上上课的过程里面呢，每个小时呢可以补助到160块，那最高是14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这样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到23040元。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表示，欢迎有需要的企业都可以拨打0800-777-888电话洽询，立刻有专人协助。哇，这就是我们的充电再出发的计划。其实碰到这一关肺炎疫情嘛，很多公司都开始减班或者是放无薪假，我们就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一些很棒的具体措施，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劳工，还有帮助我们的企业。对，因为这次呢疫情的影响，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呢都跟劳工会有一些协议协商，要减班休息。那这目的呢，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继续营运下去。那同时呢，他也可以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这样的难关。那劳动部这边呢，其实也是希望说，如果用碰到这样的状况呢，劳工可以安稳安心的度过这样的跟共体时间，那同样能够稳定的就业。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就有两个方案，两个措施。那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一个是安心就业的计划，跟刚刚我又看到影片的就是充电再出发。那我们先看一下安心就业计划好了。那安心就业计划呢，其实它就是最主要它就这些企业厂商它必须先跟我们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做一个报备，好，它是减班休息30天以上。那这部分呢，那他如果说这些列册的劳工，他可以按照他的一个薪资，就是前6个月的劳保投保薪资的平均，那跟你之后减班休息后的薪资做一个比较。那如果说你的薪资低于少了7000块，那我们就可以补助他3500。那如果说你薪资少了14000，那我们就可以补助你
7000，嗯，好，那如果以这样类推，如果说一千，如果低了14001元以上，那我们最多是可以补助你11000元。哦，好，那这个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急剧的一个补助，那最长可以补助到24个月。嗯，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方案。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刚刚我们用影片有看到的一个充电再出发。是，那充电再出发一样，就是我们的企业或雇主有跟我们的地方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呢来做一些报备跟列册的这些员工呢，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像我们劳动部办的自办或委办的课程。好，那甚至企业他觉得说，哎，我也可以自己办一些训练课程啊。好，那这时候也可以向我们的在地分署呢来做一些申请。那他补助的范围呢，就是这些劳工呢可以在上课的时候，他每一个小时他可以补助160块。好，那最高可以补助到144个小时。对，所以这金额还蛮高的。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大概核算下来的是23040。哇，对，主任你好厉害，记得好清楚数字。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哎，我的企业，我觉得说我想要自己办啊，嗯，好，我觉得我有这个能量，我可以自己办这些训练的课程，我们最高可以补助到350万。哦，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说啊，在减班休息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冲击，所以可以让利用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可以提升我们劳工自己的一个工作职能跟技能。好，那也等于说储备自己的一个职能的力那个能量，这样是。所以就是尽管没办法上班，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让自己的能力再增加，的确很好。而且呢，他刚才说到是，最多可以到23040元。然后在企业补助的方面，如果你开什么课程什么之类的，可以补助到350万元。是，这也都是一笔很棒的，不错的另外一个补助方式。那通常这样子，其实老师在线上有碰到这样的好处，对不对？邀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本身来讲我是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了，是，但是我有看过这一些活动以及它的计划。那事实上这一个充电再出发，它是从金融海啸时代它就已经有，那个时候也是大量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上班，那所以呢企业办训或者是参加一些实体的课程都有。那这次因为 COVID-19 的问题，所以变成线上的。那我其实刚才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说他刚刚讲这个工作职能，其实我最有感，也就是说在这个工作职能里面，我们大概把它区分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专业知识嘛，那专业知识可以透过训练很快能够去获得，尤其有一些高瞻远瞩的企业，他可以用这个机会去思考沉淀一下自己未来的核心知识会在哪里，是，就是提前来训练它，超前部署。那再来就是一个技能，那因为技能这个东西比较困难一点，也就是尤其在制造业，它很多东西要实际操作，那这个透过教育训练来哦，大概也只能讲比较原则性的，那你要实际去操作还有很多临场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态度，那个态度的训练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好好的去做一些养成。那相对的，这些在家头的劳工，他也可以去反过来思考一下，我年纪现在已经有了，那我对于未来我的工作的态度，回到一个新重新大家都能够回到一个职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的态度，对企业的态度，对我自己的态度，对我人生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说法。是，没错，从专业知识、技能还有态度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再为企业再加油打气。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全补助的计划，对不对？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再宣导。有提到说安心就业的补助，还有我们充电再出发。那有一些劳工其实他没有办法领到，或是没有办法申请这两个方案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那这个方案呢是在我们7月12号，就是这个礼拜一，好，这个礼拜，7月12号才上线的，所以还是现在是正式大家在积极申请，对，积极申请。那它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如果你符合5月份或6月份，跟你4月份的薪资来比较，如果你的薪资呢低于20%，好，那你就可以
来跟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补助计划。那这1万元，1万元，对，1万元。好，那所以那它比较重要，就是说你的就业保险的投保薪资呢，要在24000跟34800的这个集聚里面。嗯，那这个申请呢，你可以在线上直接申请。好，那你在线上的时候，它有一从台湾就业通里面你去申请的话，它会跟你按步骤，好，按步骤去申请你符不符合资格，那也会马上会告诉你的资格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步骤当中有一个步骤，就是你要上传你的薪资证明。嗯，因为这样才能证明说你的薪资有少20%，是，对，这很重要，所以该补的资料大家一定要补齐，这样才有办法申请到。那另外呢，就是劳动部针对已经实施的这个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已经进行松绑了，同时推出了用电脑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哦，一块看看。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劳动部针对已经实施的安心及时上工计划进行松绑，包括放宽申请资格、延长参加计划时数、提供防疫津贴以及增加线上申请4项措施，协助劳工朋友度过疫情难关。机动就业中心更推出用电脑在线上快速申请无管道，求职民众不必到现场就可以申请。这一次的一个条件的申请上呢，我们有4个部分的有做放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原来是480小时，现在已经延长到960个小时，也就是1年的时间。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线上的申请，不需要直接到就业中心，那你可以利用用网络，那用 email 或是用传真也都可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劳保的一个限制，那之前呢是一年里面必须要有一次的加保记录，那现在呢都不用了，好，都不用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防疫津贴，如果你是担任相关的一个防疫工作的话，你还可以领到最高2000元的一个防疫津贴。那在这部分呢，其实政府机构呢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机会，以及用市政府来说的话，大概有600多个职缺。那中央机构呢，目前呢提供了20几个职缺。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失业劳工或是现在没有工作的这些民众呢，都可以赶快来申请。那这步骤里面呢非常清楚。那如果说民众不知道该如何申请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影片，非常清楚的告诉你，总共有5个步骤。那这5个步骤完成之后呢，也就是完成了线上的申请。基隆就业中心呼吁，想要申请安心及时上工计划的民众，可以多多利用线上申请，避免群聚风险以及节省现场排队等待的时间。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其实非常的热门，而且现在可以线上推出哦，就是线上申请就可以。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符合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参加呢？嗯，因为这次的安心及时上工呢，其实它就是因为这样的疫情冲击到我们整个的就业市场，也让我们这些劳工呢对一些工作机会呢就减少很多。那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呢，提供我们地方政府一些符合公共利益的这些工作。好，那这些工作是属于是部分工时的，好，部分工时来提供给民众。那这个呢，我们之前就有计划，可是目前我们把，就像我们刚刚影片看到的，我们就把这些条件开始放宽了。好，就那主要放宽的条件就是说，你只要年满15岁以上的，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或是说我们的外配，或是有居留证或工作证的，都可以申请，都可以申请。所以申请的方式呢，你可以用我们也放宽了，有四五个管道，你可以用线上的，你可以用 email。你也可以用传真，好，你也可以用直接寄过来，那甚至你可以用电话来预约到现场，好，来做一个相关的申请。然后进来之后就帮你们分流，看看分到哪里。对，我们会派案，我们会派案，所以每个救护员就会帮你做一些资格的审查。那如果审查过的话，我们会把相关的名单，这符合资格名单呢，我们会给基隆市政府劳资关系科。那因为有很多的职缺从他们那边会开缺。所以他就会从那边做一个分派，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中央的职缺，我们也会就会从我们这边来直接做一个分派。是，所以大基隆地区其实提供了很多职缺哦，就是从劳资关系科那边他去分派，不管是分到学校，
有吗？对，医院有吗？有，医院有，医院也有，反正你能想到的，只要公部门的都有，然后还有中央的嘛，对不对？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已经有集合到大概1100多个职缺，哇，1184个职缺。那这个职缺有当中，我们就有提到说有放宽的部分，原本它这个是。一个人是480个小时，就是半年，就是满了就没有了。对，那现在我们有把它放宽变成960个小时，也就是说这样核算下的话，你大概可以做到一年的时间。对，那一部分工时的话，我们就是160块的补助。所以如果说这样看起来的话，一个月大概可以有12800元的一个补贴，一个津贴给你这样子。嗯，对。我那时候就有听到有一些朋友在说，就是半天嘛，对，然后另外半天自己再想办法再去找工作。是啊，那这样如果说你是做一些防疫工作的话，那还有防疫津贴的2000块。哦，对。对，所以有困难的民众不用担心，其实都可以线上申请，有4个管道嘛。对对对，有线上啊、email 啊、电话啊，你只要。当然，如果说真的不行，你真的说我都不会用，我不会写，那也可以到现场。哦、所以其实是5个管道都可以用，是是，所以有5个管道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来申请就对了。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增加短期职缺，劳动部跟民间合作起来，这是什么样的方案呢？什么样的劳工资格才可以参加呢？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很积极的在拓展一些短期工作的机会的一个管道。那这管道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比较在地性的、多元性的这些职缺，好，来协助政府做一些防疫啦，或是做一些社会公益或是社区关怀的工作。那所以我们鼓励也辅导我们民间团体来做安心及时上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所以如果说你有意愿想要成为是用人单位的话，就赶快跟我们在地的分署来做一些申请，对。好，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就是针对民间团体还有我们的补助内容，其实都有做很完善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有需要的就赶快来向我们的就业中心来申请。是，好，那像公司因为疫情无法经营而关闭歇业，大量解雇员工的时候，哎，其实政府也有提供相关的补助方案，我们要请主任继续为大家。其实因为应该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说受影响的企业有很多，不管是餐饮啊或是旅游业，那很多的这些企业呢就会变成说他们会有熄灯号，就开始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了。有水源吗？是啊，这是在基隆的老字号的餐厅。对对对，那我们都是忠实客户了。是，可是这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他们也必须要做这样子一个措施。那我想这当中里面受最大影响，当然就是他们在职的劳工，在职的员工受到最大的影响。那也因为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量解雇劳工的一个保护法，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必须依照法定的流程呢来做跟地方主管机关呢做一个报备的流程啊，那同时也是会付资我们。那当我们如果说收到像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做一些入场的宣导。好，告诉他们失业给付呢，怎么请领？那甚至有些员工呢，他想要转业，好，或是转换他的其他的企业或公司，那在这部分呢，我们也是会做一些协助。好，所以不管是那个经费的申请，就是你们平常的工作的经费申请，或者是你想要转换一个环境，其实救辅中心都可以帮忙来申请。我们要请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参与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OK， 那其实它大概就是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失业津贴嘛，那尤其是因为在 COVID-19 之下，那很多的行业他就还很想经营，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经营，所以他就会让这个员工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那每个人都在养家嘛，那所以他就会有这一个失业津贴。那失业津贴里面，他应该也是有45岁以上，他可以领到9个月。的这种规定嘛，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然就是给一些教育训练，比方说他想要去改换跑道啦，或者他想要让自己的技术更精进一点，那现在应该都会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课程，可以让他的职能、工作职能再把它提升一下。对，所以老师他也是有参与过这样，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一定有补助的失业津贴，另外还有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那刚才说到的失业给付，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请领的资格还有条件有哪些？
那失业给付其实呢，我们就是要帮助非自愿性离职的劳工，那他暂时的可以帮忙他度过一些难关，那也降低他基本因为这样子的减薪或是没有工作造成生活上的一个影响。那他请领的资格，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他是非自愿性的离职。好，那再来就是说他在退保的前三年，这三年里面呢，他必须要有一整年的加保记录，累计一整年的。那另外呢，他还是要必须要具有一些工作的能力啦，或是他想要继续工作的一个意愿。好，那再来呢，就是说他在我们这边登记之后，在我们会给他大概14天的时间来协助他转业。那如果在这14天里面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这样子就可以申请失业给付。对，那失业给付的标准呢，或是他请领的金额呢，就是以他投保前六个月就是他离职前六个月的劳保投保薪资的60%。好，那一般正常状况的话，就是可以请领六个月。那当然就像刚刚老师说的，那如果他是中高龄45岁以上，或是他是有身心障碍的话，他就可以请领到9个月。是，好，那如果说他这个金额上面的话，他是我们刚才说60%，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有子女，未成年子女，好，那他如果一个未成年子女，我们可以增加10%。好，那如果说他同样又没有工作的配偶，那我们又可以增加10%，那最多是增加20%，也就是说他的金额可以领到80%，60%，然后再加上20%，对。那如果说他是又是中高龄又是身障，那他就可以请领到9个月。哇，对，那当然这个是非不得已啦，不得已，对，还是鼓励大家要找到符合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帮社会增加那个动能能量。那刚才说到那个失业给付，如果他就在这一个请领期间找到工作的话，其实政府还有补助哦，是不是主任？对，如果说像领失业给付的这些失业劳工呢，那如果说他开始领了一个月之后呢，他觉得说我已经找到工作，我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好，那如果说他补助是5个月吗？对，他5个月的50%，可以一次提领，一次就可以领50%。可是重点就是说一定要稳定就业3个月。哦，要稳定就业3个月。对，就是你找到工作后你要稳定就业3个月，那3个月后呢，你就可以把剩下的那几个月的失业给付的50%可以一次领回去。哦，这样也真的很不错，就是鼓励大家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当然你在这6个月的期间或9个月期间没有领到的部分，政府会再鼓励你，因为要鼓励嘛，就一半还是会再给你，所以这也是非常好，对劳工朋友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那再请问一下，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如果因为技能不足想要学习其他的技能，政府其实也有不错的补助方式哦。是啊，因为如果说你请领失业给付，可是你觉得自己的技能不足，你想要再参加一些职业训练的课程，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些安排。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劳动部的一些相关的职业训练，你可以从那个我们台湾就业通里面去看有没有符合你想要学习的一些类科。那如果说你有想要去参加职业训练的话，我们一样会有职业训练的生活津贴。那他这个生活津贴呢，其实它的比例跟失业给付是一样的，也是他劳保投保薪资就前六个月的60%。对，那当然这部分其实对你参加训练你没有收入的话，其实他也蛮担心的，他觉得说那这样子我没有收入，我又去上课，那我家里怎么办？好，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鼓励他们呢去参加一些训练，那也可以申请这样的职业的训练的一个生活津贴。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看到了有些职类科是自己喜欢的，记得就要来我们就业中心做一些登记，那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职业就是训练的推介单。嗯，对，我有采访过，我觉得还蛮好，他就是学咖啡烹饪，然后他就在现场就是煮咖啡，没想到就找到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也顺利开业，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典型例子。我相信老师应该有碰到还蛮不错，就参加这个职训课程，然后没想到人生第二春就来了。是啊是啊，真的会有这种机会啦，也就是在做中学，
也就是说我开始去想尝试一个东西，然后正好碰到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可以去学习。但是其实我还是想有想问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刚才主任有讲到那个职训生活津贴，那个职训生活津贴可以跟那个失业补助一起领吗？应该是这样，如果你领失业给付的话，你参加职业训练，那你就去参加职业训练，你就领我们职业就是训练的生活津贴。那当你训练完的时候，你可以回来继续领你还没有领到的失业给付。那当然我们是不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说你职业训练完以后，你可以马上找到工作，那这个你还是一样可以领那个提早就业的一个奖励呀。是，对，哦，所以它虽然是分开不同时，对，不同的，但是呢，如果还是在这段时间内，还是可以领的。对，哦，所以也有不少这样子的案例。那刚才其实，在跟老师我们有提到那种父母被资遣失业，然后子女又就读高职、高中、大专院校，那学费都很贵的，失业期间要缴高额的学费，非常的吃力哦。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劳动部对失业劳工子女也有相关的补助。应该对，其实失业的劳工呢，除了生活上面生计的一个影响之外，我想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开学。好，那小朋友开学要缴学费啦，那这时候就是父母最头痛的时候。那尤其像现在学费有些私立的还不太便宜。好，蛮贵的。对，学费还真的是蛮贵的。所以我们针对这部分呢，我们每一年大概在二月跟九月就开学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会请那个这些失业劳工呢来做一个申请。好，那申请的话，它就是补助金额，就是公立高中的高中职的学生的话，他是每学期他可以补助4000块，那私立的话就是6000块。是。好，那如果说是大学的话，公立的也有补助哎，公立也有。对，公立就4000，那私立比较贵，可是6000，不，差2000。对，那如果说是大学的话，或是五专后面的两年的话，那我们就是补助13600。是，好，那如果说是私立大学，的话就比较多，24000，就24000。那这个当中，如果说你是有两个子女是都需要的话，那我们再加20000哦。就会这个金额，我们再加20000补助给你，所以不是乘以2哦，是两个人啊，哦，两个人，但再加每一个人再加20000哦，对，好特别哦，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你是24000的话，再加20000，28800，28800，对，就一个人是28800，对，两个就是57600，对，哇，所以要请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要仔细看喽。如果你真的失业了，然后你刚好符合资格，记得要来领这一个失业劳工津贴。就是在二月跟九月的时候，你可以提出申请，是就学补助。老师是不是有碰到类似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透过这一个方案哈，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这个没有接触到社会的这些年轻的学子哈。他可以更早的去感受到社会其实是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然后有一些措施，透过政府的一些机制哈，可以让他得到一些这个补助，然后从而也让他自己建立起哈，愿意去跟人家分享，愿意走正面的这种社会的路径，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可以透过主任还有老师可以看到，其实政府推出了很多的补助方案，那当然就是欢迎大家一块来申请。其实接下来还有不止劳工，其他的一些团体，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我们稍待回来。接大组吧，来，好，我你走，小心要小心。年纪。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都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哎，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你想想，怎么可能嘛？哎，等一下。那至少身份证上存折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哎，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喂喂，你说什么？哎，我听不清楚。喂喂喂喂喂，求职防骗，请记住三要七步。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我的梦想是当英雄，因为英雄很厉害，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现在的我是一名照护员，每天都尽力地帮助那些有长照需要的人和他们的家庭，生命充满意义。照护员是你的英雄，也是你的家人。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有她在啊，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比较有安全感，陈阿姨会来照顾她，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妈妈，哎，妈妈棒棒棒！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喽。我们知道，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长照2.0，我们照顾您。用偏红的二号粉底遮掩泛黄的肤色，用黑色的发油隐藏异常的落发，用益智力和营养品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与其注重外表，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欢迎回到关心市政，坐回来节目现场，我是蔡小军。今天为您邀请到我们就业中心主任，还有我们的劳动部的讲师，来带大家来了解，在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下呢，政府推出了哪些补助措施？那刚才我们说安心上工计划，然后还有这个就业再出发的充电计划，还有我们的失业劳工给付之类的很多。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哎呀，我们的毕业季其实才刚过，很多青年朋友他们要投入这一波要找新工作，要投入就业市场，其实也碰到了很大的困境。劳动部呢也有推相关的因应措施，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协助青年。对，因为这次的疫情的一个严重，其实有很多的失业劳工，那这时候刚好又碰到我们的毕业季，所以我们应届毕业生说实在他们要在找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提出适当的一个措施方案，来提升这些我们应届毕业生的一些职能，也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那以我们第一个计划呢，就是产业新尖兵的这计划。那这计划申请对象是以15到29岁本国籍的一些待业青年，那我们补助它是一个是学习的费用，就是学费让你去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好，那最高每一位呢可以有10万块，10万块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学习的状况可以继续的话，那我们每个月还会发给你8000块的学习奖励金。哦，对，生活津贴，算是奖学习奖励金，奖励金，对对对对。那最高呢，你可以还可以领到96000元。那当然这会有一些限制，就变成说你要上的课程呢要符合是5+2的课程。这5+2课程不知道是什么。5+2课程呢，就是类似像我们现在的绿能、绿能科技，然后或是生技，对，物联啊，或是一些智慧机械啦，或是国防产业，还有一些新农业，或是一些什么循环经济，就是环保啊那一类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是我们5+2的产业。那如果说你去上像这样的课程的话，这些学费呢，就是由我们这边来支应，补贴是10万。那当然说，如果说你上的课程12万，你只要自付2万就好了。
对，是。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给你一些就是学习的奖励金，是。那这奖励金就是如果你是上一般的课程的话，我们是补助比较少啦，是，就是可能就是3000块。那可是如果说你是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5+2的课程的话，我们就是给你8000块。嗯，那这是我们这两个方案，是哈，两个方案就是之前训练的学习奖励金跟我们的产业新尖兵。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两个方案。好，另外两个方案呢，就是我们青年就业的旗舰计划。那青年就业旗舰计划，其实我们希望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以从做中学，也就是先用后训，是，先用后训。我们鼓励企业呢来聘用像这样的青年，那我们会核发一些就是训练的奖金，训练奖金一位年轻人呢就是12000元，对，12000元就给我们这些训练的单位这样子。那他会有一些集聚，比如说你的薪资，你给这青年的薪资是未达28000的话，我们是提供3个月的训练期，那最高可以补助36000。那如果说你的薪资是比较高的话，我们训练的期间就会跟着加长，是，所以最高的补助费用呢也会跟着增加，是，对，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案，就青年就业的一个旗舰计划。对，那第四个方案呢，就是我们110年的青年的就业奖励。哦，失业就业也有奖励，对，我们的青年就业也有奖励。是，那这青年呢，就是你在比如说你毕业是去年的109年的9月1号拿到毕业证书，好，到今年的9月，我们的一年的时间，你有拿到毕业之后，你就开始就业。那就业的期间呢，是在6月15到9月30。哦，有日期限制。对对对，那你要受雇在同一个单位，就比如说你同一家企业、同一家厂商，超过这个90天的话，我们就给你20000元的奖励。哦，这个也不错，就是鼓励青年朋友稳定就业。对对，那如果说你超过了90日，就180天的话，就半年的话，我们再给10000块。哦，对，就要跟很多那个年轻朋友讲，记得要来申请这一个，像我以前都没有哎。对，你只要毕业后，然后成功就业，稳定了，稳定就可以来申请，就可以来申请20000、30000。对，加起来就是30000。是是哦，所以要请青年朋友注意。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四个那个青年的计划，那个就业方，一个是产业新尖兵，就是鼓励大家去投入5+2的产业，就是一些未来很夯的、对国家很有帮助的一些产业。如果你投入这样的课程，就会有补助。然后另外就是一个那个职前训练的补助嘛。那再来就是青年就业的旗舰计划，还有刚才我们的青年就业的奖励。哇，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老师不只是在劳动部的讲师，他在一些大专院校也是讲师，当然又没和很多的孩子来进行就业工作。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其实就业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不要等到疫情期间才来去思考，而是年轻人从自己开始了解到我跟社会、我跟家庭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开始去思考，我现在所学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我日后可以到职场，而且在职场头他可以非常 OK 的一个工作，也就是你要有那个底薪，要有那种意识，忧患意识啊。那我这边分享两个案例给各位听哈，可以直接讲学校吗？可以啊。OK， 我这几年都有在中华大学哈帮他们带一个教育学就业学程的课。那我认为这个教育学程是非常好。那教育学程本身来讲，它也是学校哈，它就衡量他自己学生未来的发展。还有未来市场上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必须要的，所以他就跟劳动部来申请这一个就业学程的计划。那在这个就业学程里面，共同核心职能课程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态，好，从一个根本来去改变一个想法。那我要讲的中华大学它有两个做法非常的棒，第一个它有一个所谓的黑客学校。哦，黑客学校，它就叫黑客学校。它怎么做呢？它就是非资讯工程的学生，你对于资讯工程写程式 coding 你有兴趣，好，那他就开始征招，他给予1年的训练。哦，那这一年是很扎实哦。像我去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是住在那个教室里面，住在教室里面写程式啊，每天每夜要写程式。那所以在这个一年里面哈，他就可以让你的专长做一个很明确的改变。那出来以后，你就可以往这个资讯 coding 这一块去发展，成效也很好。那这是其一。
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也是透过，也是中华大学了哈，他透过跟劳动部申请一个专案，是这个专案是跟企业做合作。举例来说，像新竹地区哈，它有很多的那个我们讲的 IC 设计，是那 IC 设计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工作，就叫做 layout。IC 晶片的 layout， 那个东西需要很大的细心，而且它需要有一些电子的专长，所以他就去找一些非这个电子工程这一个领域的人，愿意去接受这个训练，然后接受一年的训练。但是他有要求，第一个必须大学毕业，也就是你已经获得了大学毕业的文凭，然后你有志从事这项工作，然后他就给予一年的训练，而且他辅导就业。成效非常的好，这是我在到中华大学就跟他们接触以后，我发觉这个学校真的很棒，他做得很好。所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就业的能耐哈，其实要及早开始，不要等到因为我要获得一些奖金啊才这样子，我觉得不是。所以要提早做，对，就是找到自己的专长。也可以看到学校跟劳动部做了很密切的配合，然后劳动部当然也发出了很多的奖金，所以可以给很多学校来进行参考。是。那我们再来讲刚才说的青年跨区就业是一个常态的现象。像我们在基隆，我们的那个上班族在外县市的上班族，其实都是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在算的。劳动部是不是有配套措施来协助我们的青年呢？对，因为很多青年其实他们不想要到外县市工作或是什么，他们可能会想说我要找一个离家近的、薪水多的。那其实我们在知道说有很多的专业或是很多的技能在外县市其实有蛮多的工作机会，那我们要把打破这个跨区域的一个工作障碍呢，那我们劳动部这边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补助。那这些补助呢就包括我们这边的跨域的一个就业补助方案，当中有包括就是我们针对18到29岁初次跨域想要寻职的这些青年呢，我们有提供一些求职的津贴，那一次是500块。好，那一年大概可以四次。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异地交通补助，比如说你到的公司有30公里，我们就补助1000。好，那或超过30公里到50公里的话，我们就是补助2000。那如果超过的话，到70公里，这好像有点远，70公里就补助3000。那当然如果说交通补助，你觉得说这样我太辛苦，那我想要在那边租屋，那我们有一个租屋补助。好，那租屋补助的话是以你租屋的60%来补助，租屋金额的60%，所以最高是5000块。好，那补助一年。那如果说你说那我这样还要搬家还要什么，那我们一次给30000块的搬迁补助费。好，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劳动部对我们青年真的很好，如果你是跨区的话，他要补助你的那个交通经费。我那时候都没有，现在都好好。对，其实应该是说目前啊，其实有很多青年他不知道劳动部有相关的措施跟补助方案。那我们也是常常会利用一些媒体啦，或是一些宣导单啦，或是一些征才活动的一个现场征才活动，我们来宣导这些相关的措施，也希望说这些青年学子或是这些毕业的年轻人都能够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可以解除他们一个就业的障碍。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光是赚的钱，好多钱都要拿去补助交通费或者是租屋费，然后就是所剩无几，这样也是蛮可惜的。好，那再带大家来看这个台湾面临少子化、人口老化，但我们现在是迈入了高龄社会，其实政府也有一些的补助方案来帮助我们的中高龄二度就业者。有请主任来跟大家说。对，因为现在呢，我们台湾也是迈入了高龄化，其实在工作人口的结构上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改变。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活化这些中高龄或是高龄者呢？那劳动部这边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措施。那第一个措施呢就是职场学习再适应，那这个主要是就针对说如果说你可以到这些企业或是单位上班的话，那这些单位先跟我们提出申请，他有这些他愿意禁用这些中高龄或是高龄者，那由我们来做一个推介。那推介的话，那他一样，他的用时薪一个小时是160元，那他总金额呢不能高于基本工资。
啊，不能高于基本工资。那这个呢，原则上呢，我们是以3个月，那最长可以延长到6个月。比如说你辅导的是身障的，是好身障的朋友或是什么，那就可以延长到6个月。那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行政啊，行政费用跟管理费，就是以你的薪资的30%来核给你。嗯，这是职场学习再适应的一个计划。嗯，对，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去麦当劳吧，印象中很深刻。哎，对，他就是这个中高龄的职场，那就是劳动部，他就是补助这个公司行号，然后就是鼓励他们能够协助中高龄就业者能够再次找到工作，为社会尽心力，对不对？好，老师是不是有看到不错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哦，好啊。在这一个部分哦，其实。企业界哈，他在经营的过程哈，他总是会碰到一些状况、一些问题。尤其一个员工哦，从年轻的时候跟着他一起打拼，可能年纪慢慢大了，薪资也慢慢高了，但是他的体力、精力各方面可能都会慢慢在退化。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头，他势必形成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形成经营上的问题的时候，那政府也提供这个管道，也就是提供企业的这个辅导。那这个由我们的就业中心来主办，是那由这个就业中心去找这些愿意合作的厂商，然后请这些我们讲就是一些顾问老师到企业里面，针对他的经营策略、经营的实况、经营的一些困境去做一些建议事项，啊，这个也是我们劳动部在做的事情。是，那为了让这个中高龄还有高龄的职场生不会因为生理功能退化而提前离开职场，其实劳动部也有措施来帮助他们排除障碍。那请主任。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职场学习再适应之外，我们是补贴3个月，好，基本工资不超过基本工资啊，1个小时160块。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雇用奖励，雇主雇用奖励。那如果说这个劳工呢，可以经过这30天以上的，他都没有办法推介成功。好，那我们禁用像这样的一个中高龄跟高龄的失业劳工呢，那我们可以最长可以发给12个月。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是雇用中高龄的话，我们就会有13000元的一个补助。好，那如果说你是雇用到高龄的，就有15000元的一个补助，最长这些都是12个月。对，都最长12个月。所以那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这雇主呢必须要连续雇用这些中高龄跟高龄，要满30天，要满30天。那到那之后呢，才可以跟我们公立的就业服务机构来做出申请。嗯，是，哎，真的，我觉得劳动就是二度就业，这对这一项对很多的公司行号会很有那个鼓励的心态，就是来帮助他们，可以让他们再度发挥人生的专长、对所学。那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了，或者是你失业又想要再找工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去面试，那你的履历就要写得很好。那我要请主任，你还这个职务在设计，我这边还有一个补充，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中老，就像刚老师有说，他可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老板一起打拼上来的，那打拼上来，他可能到了45岁，等到高龄的时候65岁，他的功能开始减低，比如说他的视力不好，是他的体力不好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助，就职务再设计，好，那这个就是来解除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些障碍。那会针对他的一些辅具，工作上的辅具啦，或是工作上面的流程、工作的方法，甚至他工作的环境来做一些改善。那这个改善的话，我们一个人才补助是10万元哦，对，其实还蛮多的。那这个目前有很多的劳工都有受用过，那其实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这部分呢，也是可以跟我们的公立就业中心来做一些申请。是，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真的还蛮好，一个人10万哦，哇，那还真的不错。一个人10万，一个人最高额补助到10万。好，那刚才就是还是要找到工作嘛，那找工作当然就要让老板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可以进行双赢。我们要请主任，还有继续雇用还可以创造双赢哦。对，因为现在有
现在都大家体力都很好，虽然说到了65岁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很好的体力跟工作能力。那如果说企业老板呢，他愿意继续雇用我们65岁已经退休的劳工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补助给他。那比如说他退休的人数里面的30%他有雇用，那这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补助。比如说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我们每一个人会补助他13000。那如果说从第7个月到第18个月的话是15000，对，所以这金额还算是蛮高的，就补助他，也等于说鼓励企业可以禁用我们中高龄跟高龄的这些劳工可以继续任用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他们虽然体力不好，但头脑还是蛮好的，所以他们可以处理。所以其实像这些老员工，他们有很好的这些经验跟经验。那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企业呢继续雇用他们，那给一些奖励。那当然这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留住这些老员工的一些技能跟经验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案。哇塞，对，那这个方案呢，其实我们就是依照我们有一个中高龄的一个就业促进法的一个规定，那我们也鼓励友善的一个厂商。那这个呢，它可以鼓励我们这些65岁的这些劳工哈，这些员工呢来担任讲师，对，担任讲师，那他可以把他的经验、把他的技能传承给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些员工，那他还可以领到1000块的讲师费。哇，所以全部都劳动部出。对，都是劳动部出，所以每一位讲师呢，他可以领最高可以领到10万块。是，对，那每一个事业单位，每一个老板呢，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些高龄的这些员工，他如果都请他们来当讲师或是什么的话，其实他最高可以有50万的补助。对，所以企业真的好好善用这一笔了，那可以留住老员工的智慧，然后继续传承下去。那就是记得要来申请。对，最重要是记得要来申请。那最后4分钟，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如何有一个良好留给人的印象，也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特色跟印象。 OK， 好，谢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准备，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雇主。好，我想这个在面试的过程都很重要。那所以我这里哈，就是用一些自己切身的经验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哦，你必须要做准备，也是做准备，你就要先把你的履历自传稍微整理一下。那有些年轻人可能他定性比较差，所以有些单位可能待了1年不到，甚至3个月、5个月就离开了。那这些东西如果写在你的履历里面，当然是人家会质疑啊，哎，你好像定性不够。所以，即便你要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人家觉得你是 OK 的。那有几件事情我想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件事就不要讲负面的东西。不要说这家公司很糟，不要这样讲，而是说可能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我的理念，我想在更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要去做。对，要换一个话来说。那我自己来讲哈，大概我求职的经验里面，我最棒的一个经验是我在中国生产力中心，我就是我进到中国生产力中心去，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也没有人教我，但是我自己就有领略到。我记得我当时去应征的时候，当然按照程序嘛，先写履历自传，然后寄过去，然后人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可能还可以来应征。那于是呢，他们就会说，那好，那我就安排你过来。那过来的时候，因为中国生产力中心它就是一个很有系统的公司嘛，所以去的时候他会做事先调查，他会透过一些测验，然后来了解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着，就安排这个总经理来跟我一起，就是来 interview 我。那当时的总经理现在已经过世了，就是石志怡博士哦。那石志怡博士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认为中国生产力中心是什么样的公司？”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它并不是一个一般操作的公司，它是一个顾问性质的公司。”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说我认为中国生产力中心它就是一个顾问公司，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顾问公司。”那这句话啊，跟中国生产力中心的企业愿景是一致的，因为他的 mission， 他就是他是一个财团法人，他的 mission 就是要做 pioneer， 他就要做这一个我们台湾产业的 pioneer。然后石志怡接着问我一句话，他说：“你真的要进中国生产力中心吗？你知不知道进到这边是跳火坑？”
那一般人碰到这种话，可能大概会回应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我也很努力的工作，大概一般人都是这样讲。那当时我也就是思考了一件事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彰显我的工作价值，以及我真的愿意去做。我就跟他讲，我说哈，对我来讲，我今天不是在找一个工作，我是在找一个我在找一个 career， 在找一个自己事业的起点。所以你要把你的那个愿景把它放出来，这样子人家会认同你。然后接着我就回应他，我说哈，我今天来生产力中心哦，我并没有带救生圈，所以我真的跳到火坑的话嘛，要么就被淹死了，不然的话我就变成浴火凤凰。哦，狮子一听到我这句话，好高兴，马上打写了一个很大的壳，我就进去了。在里面5年的时间哈，确实让我整个人脱胎换骨，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来接受你的访问。谢谢老师。所以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在雇主前面展现出你的人生愿景跟价值。那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做最后的宣导。其实现在碰到新冠肺炎疫情也不用担心，因为政府推出了很多补助方案呢，可以让你来申请，就是要协助你度过。对，因为目前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方案跟纾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在网络上面呢，台湾就业通上面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有些民众呢，其实不要担心说啊，我不想出门，我不想到就业中心做一些群聚，你都可以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申请。那如果说有不太清楚呢，也直接可以打电话到0008007778888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询问。是，那记得哦，0800-777-888，有任何问题想要就业找不到工作，打这支电话就可以，或者是上网搜寻，都会有人帮助你。今天非常谢谢主任，也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献丑，让大家知道其实政府在疫情期间有做非常多努力的事情，就是要协助大家渡过难关。也希望这波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呢，大家重新投入职场生活，迎向美好的未来。谢谢两位，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罪犯拒检及拒测罪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了。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蜡烛吧，来，好，我你走，小心要小心。年前。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
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